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Take these 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arise. 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Take these sunken eyes and learn to see. Hello， 今天呢有点韩系，有点法式，有点温柔小姐姐感觉。眉毛今天还挺不一样的，是这种平平的，然后下面是弯弯的，就看去有种无辜想要保护的欲望。做完造型之后，把眉尾这里加深了一点，然后这边扫了一丢丢的高光，用唇线笔带一点点红色的那种，画了一点内眼角，所以会跟我刚刚完妆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还有一点点混血的感觉。嗯，如果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今天的阳光好好，先来上一个妆前乳，用完上去皮肤就是水水的，像我鼻头最近有点脱皮，重点去抹一下，上妆就不会有起皮卡粉的现象了。上底妆用这个无瑕光泽焕颜粉底液，粉底液质地是这种流动性没有那么强，很奶，有点像霜蘸匀。这款粉底液就属于我平时在家用，不用上遮瑕的，如果你叠两层的话它就遮得更好。它是属于那种会发牢的持妆性粉底液，没啥指纹。今天相机离我有点远的，桌子实在太长了。我没上遮瑕，你看我的痘印、黑眼圈啊、雀斑什么都遮得七七八八的。透明蜜粉定个妆，轻轻压上去就不会破坏掉底妆。它这款真的常胜将军哦，无论是上镜啊，或者是参加什么重要的场合，都是比较能信赖的。这粉质感真是太棒，我之前用到过一款很差的，再换成它的时候，感觉到了天堂一样。接着呢，再上这个亮彩粉，它也是一个定妆蜜粉，在经典的那个散粉的基础上，加入了珠光混合成分，用在需要提亮的部位 ，T 区啊，下巴这里啊，然后颧骨这里啊。如果喜欢通透感一点的妆效，透明的那款可以不用，直接上这一款，不会像纯哑光的看上去这么平面，比较有氛围感一点。感觉我今天的妆面会很牢很牢，把眉毛里面的粉底都扫掉。今天的妆面呢需要有一点点法式的感觉，所以不会弄得特别粗，还是用 Anastasia 眉粉盘，然后这次选一个深棕色。我们的眉毛长的趋势是一条平平的，就按照这条平平的去画，其他的眉毛不用去管它，因为你这根调性出来了之后就好画很多。上面的要填平一点，之前我出的法式都是那种细条有点点弯的，今天我就想来点平的，看上去温柔一点，眉尾要这样向下扣一点，差不多这样一个 feel 就可以了。眉毛画完差不多是这样的，我感觉我头发这样好像乖乖的那种大学生。哦，身边泛着柔光。今天跟网上妆面不一样，先上腮红晕出氛围感，用罗拉的 Rose 色号，这个颜色呢是烟熏的玫瑰豆沙色，很粉嫩，很显氛围感的颜色。定妆散粉上完之后上腮红简直了，行云流水，要这样横条的去抹，大面积的去这样带，像皮肤里透出来的自奶，自然粉嫩感，自然。这个颜色不会过于活泼，是属于比较成熟内敛的粉色。苹果肌这块重点的铺一下子，眼皮上直接往上铺，就整个双眼皮的地方都带到。为了氛围感，眼头和下眼睑都全部带到。好嫩哦，你看这边和这边年轻了好多岁。眼尾的地方可以再重点扫一点，这块 C 区的提亮部分不要去扫到腮红，不然就一大片了，会有点怪怪的。接着用这个最火的 Ginger 色号，它是一个米棕土杏色，这种奶油橘又有一点点裸裸的感觉。就算你用过很多的杏色腮红啊，这一颗上脸就还是会眼前一亮。然后我要用这个颜色去带一下眼影的一个氛围感，就眼周可以来一点，然后把眉骨的提亮区域稍微带出来一点点，然后把下眼尾这里也带一下，刚刚那个腮红的粉色可以再带到点下巴，涂个润唇膏。腮红我觉得可以片儿状再大一点，往下走一点点，让整片脸颊都是。鼻梁上面可以来一点，一定要足够的氛围感。还有一个比 Ginger 那块更土棕一点，但是里面的珠光我觉得很好看，是个这种糊糊的烤杏色，带一点细细的光泽感，它出来的妆效会更沉稳一点，特别适合秋冬上脸之后气质是比较加分的那种。你用珠光去把它扫在眼下这一块，下来有点楚楚可怜的感觉，好好看，就很有那种下挂的氛围感。接着用 Anastasia 的这一盘里面的深棕色，我要去画一个枯脏的眼线，先把下眼尾这样兜起来，这样你上眼尾的型就比较好定，然后要带到瞳孔后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 OK， 就这样，突然就感觉不一样。我把眼线颜色换成了黑的，我觉得黑的更压得住一点整个妆面，然后眼尾把它拉长，稍微改的钝了一点点，眼球外侧以内就不要填了，上黑色眼线膏，用的是那款太阳花的睫毛夹，因为它这个弧度比搜狐的还要宽，这眼尾完全能照顾到，这个好棒。还是用小奥丁的睫毛膏打底，因为这种粗粗的眼线你一定要用浓密的睫毛来辅助，不然就很怪。先拿罗拉的这一支像卧蚕笔一样的
去把卧蚕的地方这一根稍微提亮一点，闪闪的，眼头区域可以带的大一点，这样看上去眼睛就比较水灵。 OK， 就这样，有点鲜鲜的，好看吗？睫毛膏让睫毛更浓密一点，就像这样存在感更强。接着再拿这种很便宜的眉胶，我这次新买的，然后把后半段这样捋捋直，主要是眉头要起来，很粉很粉的颜色，应该是有点点粉紫的感觉。现在内侧涂涂实，再拿 Laura 的这一块高光色号是这个，这样在唇峰这边扫过腮红的地方，正好也是红红的，就可以加一点这种红红的高光。再上一个开满眶的修容，今天 light 和 medium 都来一点，主要我要弄出这种小鼻子的感觉，主要这两块要收上去。这妆面看去还挺芭比娃娃的呢。我要去变妆啦，烫个浪漫的法式卷。嗯，把这样放下来也很好看，嗯，戴个眼镜也挺好看的，嗯，哇，这皮肤也太好了吧，天哪，这样的我有没有很平易近人？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arrive. 不接